我们为什么要开始抽卡呢？好，抽卡。好，我要抽了，我要抽了。因为晚上抽卡是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半因夜为，三点。嘿，对，我梦们见来。物语就是要半夜抽卡。对，对，这是半乱夜。说的。来，好，抽了哦。建议大家就单抽，一抽一抽这样子抽，不要按那个十年。到底第一抽会不会就有 SR 了？这次的狙击目标是那个好烂哦！居里夫人哦，好雷哦，好雷哦！这一抽好雷哦！差点好，要全 N 了。对啊，再我抽。现在帮你算着十抽就好了，好，第二就抽是现在，分开，不要一次十连抽就对对，现在第二抽。了。超雷！全 N 吗？哦，没有一个 R。对，还是蛮雷的耶。第三抽，有够雷耶！天哪！第三抽，谁 说晚上抽卡的？没有，第四抽应该就有啦，第四抽应该就有 SR 了啦。哦，有保底了在。种被骗的感觉。哎，我是晚上才抽到那个很多居里夫人嘞。SR 蜻蜓，哎，我就说嘛，你可以把它卖掉了这样子。哦，哎，我也很常，蛮 第常五抽到，抽，蛮常抽到蜻蜓的，可是我之前都不知道，我都把它直接吃了。第五抽。第五抽，哎，有一张蝴 SR，蝶，蝴蝶，卖掉，好，好又多好一张可卖怜，掉。他们的命运有点可怜。第这六是赌抽，居里夫人哦。对。哎，超猛的，现在有两张了耶。六了吗？好，雷，啊，第六，现在雷，第七，雷，现在第七，第七抽，我就说晚上抽卡会比较好啊。就是会有 S 啊，知道吗？这才是雷啊，但是我大部分都是雷啊，但是你大知部分道，你早雷上雷的。有人十年抽，就像某个啊，不多说那谁了，靠，我要全抽部都是了，R 楼哎，我要或抽者 N 了，呢，来了第八抽。八，来，有没有？第九抽，啊，第九抽就有了啦，第九抽就有了，哎，最好是狙里，最好是狙里，应该会狙中一只。击，哇，满满的爱迪生呢，是怎样？哦，最后一抽，第最十，后一抽了，那尾拜刀，托尾来刀个一定狙有里第吧，十的狙里第吧，十抽，第十抽，对，第十抽来个狙里吧，来吧，拜托，尾刀就有啦，狙里，打尾刀，中，中，哇，全 N 呢，哇塞，终于全 N 哎 了，完美的 ending 好啦，那我们完就美十的。连抽，就是这样，有两张 SR 嘛，对，两张，对，两张，好，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